北京时间7月27日晚，上海申花球员毛剑卿在其社交媒体上公开 diss 吴亦凡。吴亦凡好演员，不是好评委。地下街头再怎么样是 high of hope， 你是评判没问题，专业，但你即兴说唱呢？我来陪你 diss， 我是球员，不是明星。吴亦凡牛逼，就像你的老家永远乡村气息，你懂吗？造型可以结束吗？重复三遍，为了文化态度，不要利用好吗？这是我们街头的东西，你可以忘记自己，挣钱的时候开心吗？ Please love FXXKU。 评论看了很多，记住自己，我怎么活着都可以，为吴亦凡活吗？我也可以，你们也可以，但我不会玷污我们街头的文化，赝品自己翻译去吧。 Hip Hop 不死。对于袒护吴亦凡粉丝，毛剑卿更是直接怒怼吴亦凡演员有底线吗？你在放屁，你开心吗？当你盲目崇拜的时候，记住什么是态度。作为 rap 说唱的爱好者，毛剑卿平常也经常在公众场合以及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感言和作品。今年年初在申花的新年年会上，毛剑卿更是大展歌喉，上台来了段即兴 rap，